是夜的呓语，只不过恰好被幸运的人听见。我是在和祖灵沟通学习，可不是在睡觉偷懒哦。我今天的心情很好，因为最近来找我做恋爱占卜的人变少了呢。难道大家都不相信爱情了吗？迷途的旅人呢，为何不顺着命运的指引？让我来看看，这个月给掌管财运的神灵大人的祈祷，已经增加到13000条了。曾经珍视过的人不会失散，有情人终会重逢在每一个梦中。也许我会在秋阳中路过某个庄园或小镇，为了一杯美酒或者一对情人。当时间如浪花的潮涌与泡沫般离去，爱会在沙滩上
凝结永恒的珍珠。为了不让琪琪睡得好香啊，你也来试试这个摇椅吧。那就先这样，我等下再给你打过来。